太师兄来了，你看看，洪水一出，下游死伤数万人，血脉尽，天下为大义呀！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为什么？
夫君，我终于能再见到你了。香儿，准备好了吗？一定没问题的。嗯。总觉得好不真实。香儿很快就能恢复肉身了，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？要一块去西域，然后想试试红姐姐说过的水果酿成的酒。那可得注意别喝过头了。在这之前要先把剩下的黑火妖魔统统消灭掉，那些被妖魔袭击的村庄要帮他们重建家园，要帮昆阳城外的老农夫把地上的裂痕补起来。然后要好好的活着。去吧，差不多了。我们回家吧。